我这要上山去做茶叶了，山上没信号，没法播，行不行？啊？跳舞吗？啊？你今天在这儿直播间大哥跳跳一支舞，我就把这个号给你，我把我这个号给你吧。你不是一直玩抖音的吗？就把这个给你，让你玩呗。让三妹再找俩骚多力一起跳。这个山上连个鬼影子都不见，还找人呢。自己来就到。包谷地里放牛。啊，包谷地里放牛啥意思？你还不知道？我还真没理解来呢。跳舞可以减肥，跳舞可以减肥，来吧。我给你放个曲儿，走曲儿。要不要跳？要不要跳支舞？跳什么舞？哎、yeah, ，我说把葫芦丝拿来呢，又忘了。我明天把葫芦丝拿来给你们吹葫芦丝吧。吹葫芦丝。哎，这个飞机哥和刚才那个飞机飞的不是一个方向，它朝那边飞了。刚才那个飞机是朝这边飞的。航向不一样啊，航线。不知道飞哪里去了。飞泰国。来，直播间大哥们，把赞赞戳一戳，有条件的给咱们把人气票甩一甩，好不好？这两天越播越没人了，老三好像累了。今天下午上山上去转了一圈，可能真的有点累了。去找野菜，结果一样都没找到。不跳舞，直播间没人气是吧？那没办法，人家不跳呀。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呢？对，他表哥上次结婚的时候他跳舞的，你看到了6651大哥，你看到了是吧？你表哥结婚的时候你都跳舞了，你把那个，那是我的表弟哦，你表弟哦，你表弟，好，你表弟也行，不管你表什么，你就跳那个呗，我觉得那个跳就挺好，挺像个老米涛的，老米涛，你有那个曲子吗？没有，没有，我又不又没有连蓝牙，那个曲子是在人家 U 盘里面的。你搜呀，网上。我不知道名字呀。哎，那你自己会跳什么吗？你自己平时不是也跳的吗？你们这边不是？自己跳的。那个是泰国的歌曲，我也不知道。泰国的歌曲。你们能听懂吗？听不懂啊。听不懂。听得懂就听得就知道名字了嘛，就听不懂所以才听懂，是不知道名字的。为什么不放你们逮歌的曲子呢？三妹今天累了吧？是好像有点累了，你看蔫了吧唧的。湄公河那个歌好听是吧？湄公河见证是吧？让月亮见证我们的爱情，我们的爱情。让湄公河见证我们的爱情。抬头看这个，表弟都结婚了，他还不结婚？他得有人要呀，他也想结，你以为他不想？你以为他不想老乖啊？他还想呢，你以为他不想？关键问题得有人要才行呀。谁说我想了？我又不想。你不想啊？不想。不想老乖吗？不想。确定？确定。那你就待着吧，你就做一辈子单身狗吧你。哦。唱这首歌是吧？人让你唱《湄公河见证》呢。唱嘛，怕什么？唱呀，该唱，就这样清唱，唱整。你连个声卡也不拿来，什么都不拿我来，还一天的让我唱。我去你拿，我去拿声卡，好不好？我拿着声卡让三妹好一会儿，三妹这会儿没精神，让好一会儿，好不好？我去把声卡拿来，好不好？来。要不然一会儿都睡着了。哎呀，湄公河见证是吧？好，这也太高了吧！往下。你们好，骚多利猫多利。对，我是骚多利，
你们是猫多利，我是沙多利。哇塞，接到10万了，辛苦你们了。好看是吧？一会儿都睡着了。对，我穿短装，我也觉得挺好看的。谢谢大家的夸奖，谢谢。我都好久没给他充电，你这样。骚多利就是美女的意思，海湾。骚多利就是美女的意思。骚多利是女的，猫多利是男的。你来嘛，用户483，老妹淘吗？老妹淘就是老老的那种老人，老人就是叫老妹淘啦，黄凤凰。老波淘就是老人，老波淘就是老人。你把那个灯开，这边，我一下子眼睛都亮完了。直播间有声音吗？能听见吗，大哥吗？回复我一下，直播间有声音吗？能听见我说话吗？没声音是吧？能听见吗？声音？直播间能听见声音吗？能听见放的音乐声音吗？现在能是吧？能。能听见？能听见音乐声音吗？能听见？听得见，听得见是吧？声音小。现在好了是吧？大了，你关小一点，人家说声音可大了。声音大了才能听得见你唱歌呀。你们要听什么歌？要听什么歌？你们要听什么歌？啊？现在还小吗？声音？现在还小吗？你话怎么不小呀？你离话筒那么远，肯定小呀。话，现在不小了吗？我看我在这儿点歌那儿能成。小吗？现在还小？不小了吧？不小了是吧？小？你话筒近点就行。现在还小吗？我觉得挺大的，声小可以了是吧？可以了是吧？对，把话筒拿上来就听得见清楚了，可以了是吧？好，我唱歌不行，跳舞也不行，你们不要笑话我就行。只要我唱的都好听是吧？谢谢，谢谢你们的夸奖，谢谢。对，已经很近了。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水晶晶是泰国那一边的话，水晶晶应该就是漂亮的意思。
对，我普通话还是可以的。什么声音？没声音，我这点了，你得放呀。去哪了？不知道哪里你点的。反正我也听不见。等一下啊！咋没声音呢？没，有声音啊！没，我说咋没音乐？哦，那里是吧？下载了。好慢啊！网速好慢哦。应该重新再用一个手机放一块。现在还在下载，还没到，哎，才7%，好慢呐、你会唱这个歌吗？什么？真的？太想念是怎么唱？啊？不知道哎，这为什么点这歌都这么慢啊？是不是 WiFi 没电了？不可能的。动都不动，你看，那里还没下完呢。哎呀，那歌去哪里了呀？那31%。啊，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唱那个《湄公河见证》给你们听，好不好？也不会再唱个啥了，这。唱呀，等一下我点雨蝶唱。情深深雨蒙蒙，等一下啊，已经在下了，现在有56%了。对，牛娃娃说的对，没钱就闯湄公河。那个歌好慢呢，还在下载的。现在我讲话，你们都听得懂吗？听得懂吗？你们听得见吗？声音还小吗？不小吧？声音还小吗？能是吧？全，哦，能听见就好，我就怕声音小，你们听不见。听得见是吧？声音关小一点。人到两头见山河，呀么人兵是哪行？农来在能有心房，地面南方行，无数勇敢。江山呀，呀么人兵是马行，农来在能有心房，里面南方行，双后在人到了江山。天涯干，后面南方汉，悲伤几次
三十门半壁他好包感谢分乐四处的小星星，谢谢。感谢老街吧送出的小星星。等到了从江塞河杨妈人兵西爬行弄了塞能有南荒坎无数无勇敢人到了从前塞河杨马镇兵西爬行弄得在能有一方里面南荒勇敢江塞松好带仙娘看奥美南荒坎比萨起自葬十分半壁他好包海十分半壁他好包这首歌呢就是湄公河的见证他们在湄公河的边上许下了爱的誓言谢谢家人的支持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支持像夜雨说啊这个是傣歌唱我唱的是傣歌对你们可能听不懂我唱的现在是傣歌你来牛娃娃你来你们要还要听什么还要唱还要听什么吗好听是吧这首是什么歌连回荡在耳边那回不去的缘弥漫了我整片天爱的往事一件一件件甜蜜的蔓延、那个就是湄公河的见证你的影子一天一天天拉长了思念在梦里吻的脸却来不到我身边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那爱过的心还在祈祷再见一面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好比天上风筝断了线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你不曾看见那双为你哭红的眼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蓦然回首奈何人已远谢谢老家的老街坊的谢谢我等一下再给你们唱一首雨蝶吧雨蝶我现在在下等一下唱一首雨蝶给你们听好不好雨蝶声卡往上一点是吧好反正大家都是的吧能你们喜欢听我就唱你们不喜欢听的话我们就当作一天天拉长了思念
在梦里吻的脸却来不到我身边，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我也不唱，我听这首歌都要睡着。我唱一首雨蝶给你们听，觉得这首歌挺好听的耶，我喜欢。没事吧，大家娱乐吧。打 PK 不会呀、啊？怎么样？唱的怎么样？还行吗？唱的还行吗？我把人唱跑完喽。肯定还行呀，唱的都是200多人了，能行吗？唱的400多人，只剩200多人，跑了200多人，太厉害了。刚刚唱的是雨蝶，雨蝶小燕子的主题曲。你们还要听什么歌？唱的什么呀，姐姐？我也不知道唱啥。唱的是啥呀？让浪哥来一首吧。你让浪哥唱一首你们陕西的民歌。可以吗？烂叔，伤心城市，你咋那么伤心呢？这个手机要以后要唱歌要带领哪一个手机来点歌？太慢了。
这个真的是不行。对呀、啊。对。对，我是傣族。这都不动，你看。对，我是傣族。是哪个山？他一直不动。广东爱情故事。那个唱个兰花花是吧？兰花花。兰花花怎么唱？你快饶了我吧。笑傲江湖。兰花花，笑傲江湖。等一下，浪哥唱一首《伤心城市》。这歌不都下载不下来吗？这是。等一下，浪哥给我们露一首《伤心城市》。你娃娃还想听陕北民歌《兰花花》呢？你还不是唱西安人的歌呢？西安人的城乡下，西安人的歌。流浪之歌。西安人到哪里都不能不吃泡馍。我想灭了吧？没灭。我感觉有蚊子叮我了。唱个负我不负他是吧？来，负我不负他，给你，交给你。唱不了，拉嗓子的那歌。让我听懂你的语言。哎呀，怎么才十二呀？这咋了呀？这是好慢呢。点了多少个呀？一点了，没有呀。你想听那个让我听懂你的语言是吗？妹妹，你坐船头。让烂叔唱一首《梦中的兰花花》，你会唱吗？《梦中的兰花花》。谁让我说让唱？等你等了那么久，《兰花花》。啊，不会耶。浪哥说他不会耶。浪哥合适唱流浪歌。嗯，对。你说你对。不是我说的，是直播间大哥们说你唱流浪歌比较适合你。哎，把那个歌咋不下？你唱这个吧，干脆。什么东西？这怎么每个都要下呢？是咋了呀？这是，而且特别慢，你看动都不动。你要把上面那一首下完了，这一首歌才会下。那首也不见了呀，我不知道在哪里呀。你都点歌，你点那里呢？点歌那里呢？你划过来看一下。唱个脸咋这么厚？哎呀，那个歌可真的是不好挑战呀、啊。那个还挺好听的，你不说。还有这种歌吗？我怎么没听过？脸咋这么厚？这个就是歌名吗？对呀、啊。那么厚你没听过吗？没听过。那歌真的挺好听的。是吗？嗯。怎么什么歌都没有？我都没听过耶。你没听过那个歌？没有。你唱吗？你唱给我听听。那歌老搞笑了，我跟你说。是吗 ？rap 那一种吗？他都不动，你看。对，浪子哥等一下就要唱那个陕北民歌了。他也不动呀，他。但是在下载还没有，还没动。还没下完，唱歌得带另拿个手机。要明天再想唱歌，就拿带另拿我这个手机来。这里不可以点吗？不可以。嗯。这点就是成观众的呀，歌。浪哥要唱那个《伤心城市》。我放给大家听，浪哥唱个《三娘教子》。我给你唱《三对面》吧。我给你唱个秦腔《三对面》吧。唱祥云阁楼，祥云阁楼。三滴血，唱虎口言吧，三滴血。